Good evening, everyone. 来，下午好来。我今天喉咙痛，喉咙沙哑，所以不能大声讲啊。如果大声破音的话，我就换人了。Hello， 下午好，欢迎收看《表弟好主意》现场烹饪节目，又来到我们今天礼拜三晚上有晚会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煮大量的咖喱鸡哦。对，哦，这个很香嘞，它炸过了的马铃薯。啊，马铃薯切块啊，我们能炸过啊。你没有跟人家讲要讲炸没？马铃薯？哦，马铃，很多人不是很会炸马铃薯。是吗？就比如好像我，油要多少，要炸多久都不懂。哦，这个弄太多了。但现场的粉丝啊，已经是去到那种专业的水准了啦。对啊，所以不用告知都可以了。比我还好啊。啊，我们准备的是夏装啊。这个针织啊，这是宝康鸡来的。宝康鸡留守，我们今天有卖宝康鸡啊，系统回复了、啊。上次系统有问题，很多买不到。A 一加一打上来139块，一样的配套是吧？一样配套，两只的钢板机。那、啊、如果有没有兴趣的话，我们有两只的钢板机啊，两 kg 以上啊，然后有海藻机半只的，这里有700根噻，半只的700根有三包，啊，三包啊。价值148块，我们卖109。我们这里卖139块啊，139，大家都完了。只限，但是厉害有10人棒啊。免油，打算 A 一加一啊！哎，下午好，帮我们 line 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去开始烹饪我们的咖喱鸡啊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来，谢谢分享啊！啊，上次没有订到啊，你们可以打上 A 一加一啊，139块啊。但是系统有问题哦。啊，格兰维利和斯兰邦是免油啊。啊，我们煮了，我们再来介绍啊，我们的宝康鸡。大家留守。我们教大家用宝康鸡来煮咖喱鸡啊。好，今天煮的是用 yogurt 来煮哦。yogurt 因为 yogurt 是我们就地取材啊。yogurt 乳酪啦，奶酪啊。对，我们用奶酪啊。Okay, 这个是你的 yogurt 是国送的噻？国送了 ，original 的。OK 来 ，OK 这个是 Greek 啊 ，Greek yogurt 啊。我们用国送的那个。什么 yogurt 都可以啊，只要没有带甜的就可以了。对，不要带甜的。那么我们这里。这里差不多是两只鸡啊，一只半鸡啦。来，一只半的鸡肉啊。啊，到两只啊。将要两只还是一只半呢？这个因为宝康鸡比较大只呢，就是。OK， 如果你不是宝康鸡，你用两只啊，宝康鸡一只半就好。啊，好。哎，下午好了，帮我们分享啊。OK， 这里我已经用了三茶匙的盐腌制啊。啊，三茶匙的糖，两茶匙的那个鸡精粉，我腌制了它。OK， 来，我教大家讲腌这个鸡啊。鸡你一公斤半，一只，你说两公斤啦 ？OK， 两公斤的鸡啊，不是两只鸡是四公斤啦。OK， 两只鸡，啊，两只鸡就两茶匙的，两茶匙的盐啦、啊，没有盐三茶匙。OK， 盐三茶匙，糖两茶匙，嗯，鸡精粉两茶匙，对，腌半个小时，嗯，重复啊，盐三茶匙，两茶匙的糖。两茶匙的鸡精粉腌制了半个小时，来 ，Coco， 登记50个星赏，谢谢你。谢谢 Coco。艾米奇要好好照顾身体，对呀、啊。油贵啊，马铃薯不用炸，哎，用来焖就好啊。直接焖的话，马铃薯要炸透，炸透它才不容易煮的时候不容易软，好吧？啊，绵掉啊。来，可以去 Big Mac 买吗？可以，可以买。来，你不要自己做自己懂啊，解释一下做梦。OK， 这里有120克的咖喱粉。再加上一汤匙的黄姜粉 ，OK， 120克的咖喱 powder 啊，嗯，120克 120g 啊，嗯，咖喱 powder，OK，、okay, 120克的咖喱粉，一个汤匙的黄姜粉啊，嗯 ，turmeric powder 是吧？黄姜粉，啊、微辣的给不给？这可以谢给大家吗？啊，等一下我的后台会Christine, 你私信后台啊，嗯，加水，嗯，加多少？加到它里，弄到它有一些糊状就可以了。要糊状，就是，啊，他没有跟你讲你要水多少。没有，我是没有，刚才没有去量它啊、哦，就是加到它有糊状。他有量杯，他不要告诉你量多少啊。刚才我是。来，马铃薯可以放 A 发叶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哎，真的，尤其价，你们真是考虑买一排 A 发叶啊。我的 A 发叶是。尤其那种煎炸东西啊，用 A 发叶啦、又健康又省油啊。对。OK， 那么你有这样的呢？所以我们说，有时我们做的是，
有鲜有好点吗？有多鲜？来来讲多次来，表弟。OK， 你可以放 chili bowl， 就是、哦、辣椒辣椒末，辣椒末，红椒椒，老红辣椒椒末。因为咖喱粉本身是有一点辣，但是不是很辣。哦，你的辣度要看你自己怎样加加下去。那么我用虾米，为什么要用虾米辣呢？虾米辣有虾米香味的香味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放吉利波的话，你要另外装一点虾米下去爆香，那么咖喱汤汁就更香。OK， 这 optional 啊，如果因为你这样子靠啊，它咖喱粉是不辣的嘞。嗯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吉利波，挨的是虾米辣、啊。请问是什么咖喱粉？啊，我用八八八八咖喱粉。卡卡，对，刚才卡一下，卡个包险啊。所以你看我们的辣度要多少咯？那么我当然。越辣越好是吧？对，我当然，我现在是，你可以直接吉利波就可以直接加下去啊、嗯，吉利波直接加下去。有吉利波就用吉利波，我们今天、没用吉利波啊。如果有小米辣就用小米辣，没有其他你妈用。现在有好一点吗？刚才我知道有卡啊，刚才线不好啊。啊，如果有小米辣呢，你就不要用吉利波；如果没有小米辣，你用吉利波再加上少许的，加上一个50克的或者30克的小米。中碎它、因为小米的香味啊，整个咖喱就提升了。OK 啊，那么我们就当然你可以炒到差不多才放，我们炒到差不多我们才放。你要炒先是吧？对，这个还没有炒完、啊。对，还没有炒。那么我这里有姜葱、我还不可以喊啊，我不能喊啊，因为我喉咙会爆啊。啊，姜葱。我喉咙不舒服啊。OK， 我们是有那个葱头籽啊，然后有姜啊，还有蒜米。两条。OK。葱头仔啊，对，还有那个姜葱蒜啊，啊姜葱蒜啊，对，啊、姜葱蒜当然因为我加因为爸爸咖喱粉是比较带红的，爸爸 对咖喱粉，当然我加多一汤匙的那个黄姜粉，把它红色的黄的再晶莹的更对更理想了哈、哦。来还是当香茅嘞，香茅我放两条过了啊，谢谢你啊，香茅我放两条过了。OK， 香茅我们放两条啊，嗯，两条香茅啊，香茅一定要有的啦，你在咖喱里面对。啊，不能缺乏的一样那个食材啊！拍，跟我拍碎一点。OK， 来，助理帮忙拍碎啊！来，下午好，谢谢分享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是准备的东西就是咖喱叶。咖喱叶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没有用盐来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油根啊，耶、yeah! ，那油根那天我的 job 到，有人送到整四十盒优格给我们，四十罐啊，这个果松啊。那么我们就放在冰箱里面戒冰了。这个你真的是要拿去丢嘞，因为过了期了，拿去丢就浪费啊。我是说，哎呀，就地取材。抱歉啊，我今天不能大声啊，喝野水米奇，所以我们野水啊，就是啊，有个你注意一下、表弟没有跟你讲姜葱蒜要多少，你啊嘎嘎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可以是这样啊。好，然后我们两个那个香茅 ，OK， 两条。你看我们的优格是放在戒冰了了。结冰了，但是还出来还是很美。我们有个是没有甜的，没有甜的、啊。这个是我们人家送给我们40罐 agency 嘛、那么吃不完我就放，不是吃不完了、太多了，我就放戒冰了。所以，哎，我想要煮咖喱鸡，想到因为我煮一锅粥啊，就是整个 agency 都可以吃嘛。我想到，哎呀，买椰浆又是用 yogurt 又有营养哦。OK。啊，这样我用 yogurt。很久没有看到米奇真人的露露脸了，今天没有化妆哎、可以下次吗？没有化妆，下次啦。啊，是不是吃猫砂糖太多，喉咙不舒服啊？我、啊、不懂是不是有人传染给我了。OK， 我们再看看。这个 green yogurt 会比较贵一点的。啊，对。啊，你如果你觉得成本高的话，你就去买椰奶。哎，三十块一罐哎。当然，椰奶和那个 yogurt 做的出来是不一样啊。椰奶有椰奶的。椰奶的香味，但是优格有优格的味，另外一层的味道。我觉得今天啊是骗你进来用优格了。啊，用优格的话就骗你进来了。Expired 的优格 still can use 吗？Can。我们还没有 expired 的时候，它只是写 the best。我们就放去冰箱里面戒冰了啦。其实很多产品都 OK 的。啊。来，我们先把两根香茅。你爆香一下哈，爆香一下，我们中碎它了。OK， 这个油你要放稍微多一点点油啊，因为这个拉，把这个这个咖喱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比较黏，变成会油会吸收很多、所以油要多一点点。助理很搞笑啊，嘣嘣嘣啊，什么东西嘣嘣嘣 ？I buy 139 yesterday， but did not get color back， 我不中啊。你是去店买噻？店买没有送 back 的啦，你必须要 online。定啊，才有送那个
那个保鲜袋啊，保鲜盒啊，兄弟，来姜葱蒜啊，保温袋跟我们买才有保温袋啊，你要跟我们买才有保温袋送啊。呀，加的丁蔗 and 丁蔗，哎，是鲜辣啊，加的啊，丁蔗，对，三样东西啊，凤六烧全部下去啊。啊，对。还是米其林做主播，能听得清楚直播啊，比较好看啊。谢谢大家，哎 ，thank you， 给一点呐、啊，谢谢捧场呐，这样我的身份就有价值了、啊。哦。啊 ，best before 啊，小弟也不错、哦，只要不有坏就 OK 了，是真的。来，我们先爆到金黄色先啊，放到金黄色才放下去啊。那一般在煮牛腩咖喱嘞，一般上牛腩也是他们的姜葱蒜呢，他们就是没有爆香的，他们稍微炒炒，他们就把它搅到有点水分啊，那么有那种香味。但是如果爆香的话，又有爆香的香味。啊，明白。啊、来，李奇真的是很久没看到你了，可以出来给我看看。我真的没有化妆啊，我早一天天啊，早一天啊。还要怎么化妆？我把我的肚子化小一点。啊、肚子化小一点。啊，要 OK， 叫做金黄色的，我们要看看一下。OK， 前面呢，120克的咖喱粉啊，一个汤匙的那个黄姜粉，对啊、没有煮过优格的咖喱啦，放优格就不用放生椰奶吗？对对对 对，你可以放生奶，你可以放椰奶。如果有椰奶也没有，优格也没有，你可以放生奶来取代。来，维炼方啊，你的名字是这样念吗？谢谢你给我们欣赏100克啊，谢谢你、啊。谢谢，真的真的感恩啊。你们没有在家里煮吗？没有，因为每逢星期三是 office 有开会 啊，我们。不要回去再回来啦。agency 以前在家里煮了，我跑来这里洗辛苦。啊，赶上赶下又要冲凉个凉，来谢谢再分享，哎，等下2000了呢，哎，要注意我声音，等下我爆掉啊，要不容易喷血嘛。OK， 我们这样去炒它。我们金黄色，我们倒入我们的那个咖喱 powder， 还有那个 turmeric powder 啊，咖喱 powder 和 turmeric powder 一起 together 啊 ，mix together 啊，那个水啊是。你阿嘎阿嘎就好了，给它有点形状就好了。对，给它有糊状就好，但不要太多水，太多水，因为你太多水就对对，就很难炒。请问有放布阿格拉斯吗？啊，你喜欢，但是我这个是没有放。我觉得你们的什么方法都可以啊。啊，这各式各法。来三次分享，三次谢谢你啊，感恩有你啊，谢谢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的代理色是有福气啦，是咖喱鸡啦。对对对。老板，您的锅有卖吗？煮菜锅有。有。好吧，煮菜有锅，你可以私信后台啊。这个还没有卖，这个还没有卖，这个在 on the way。来，我们放点油啊，油煮咖喱，煮咖喱啊，油要多啊，是真的。对，要多。味道如何啊？我还没有吃嘞，你让我吃一下。立即吃一下。哇，我喉咙痛啊，又吃咖喱啊，肯定啊，红逼逼啊，这里。你是在抢锅嘞，还是在那边煮？不要紧，因为来再加油啊，油不够它就油一定要再继续加了，才炒了。锅里太多油的话，煮到整个油浆浮在上面就好。来，下午啊，我想要买表弟师傅，怎么买呢？你 GBay 李志杰私信后台讲要买书啊。那边有个、那边有个 link 啊，要按下去给他。所以我们哥要炒到我们深度的表弟经理。我让它香哦，烤到干身。现在已经很香了，闻到。好久没有听到米奇的声音了，可以声音嘹亮了，哇，谢谢啊！加油啦，继续加油啦！不用省了，油要加多一点啊！2000人了，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呢。这咖喱要学哦，这咖喱啊！来，米奇真金不怕红炉火，本来你是很帅很帅的呢，现在呢？不帅了。我煮的咖喱鸡做面包鸡，哇，塞雷啊！厉害！哎，面包鸡，沈明有教过啊，真的很好吃啊。你的面包啊，其实咖喱啊，咖喱是不难煮哦。咖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窍门在那里啊、哦。OK， 现在我要放虾米辣啊。那我们辣的程度，看你自己要怎样的程度。对，你没有虾米辣，你就放七滴波啊。啊，七滴波再加啊。因为你煮咖喱粉是本身不辣的啦。啊，对。它就有咖喱味吧、哦？所以你要辣味的话，你可以放这个七滴波。我们今天放虾米辣多少粒汤匙？我们放了六汤匙。来，第五个七汤匙啊，辣一点。七个汤匙啊。7 tablespoon 啊，七个汤匙的虾米辣，来啊！虾米辣啊，七汤匙还有很多，你看。哇，红红哦，昂昂来啊，好像我们业绩红红火火啊！对呀、啊，我们化了化了化了。嗯，对。哎，表弟，如果我们那个优格有糖的、有甜味的，可以吗？不要，不鼓励哦，不鼓励，因为太甜了，放下去就不对。那你煮菜也是有放糖的吗？对，你这个是优格是。酸啊，带酸，你要糖就不是油，不是我们酸奶吗？
OK， 我们开始的时候它有点油的话，它就不会。羊汤它有油哎。它就因为不会气干是吧？就不会气干了。OK， 表弟是说炒到那个地步说它有油啊，干水啊，它不会贴锅的。它因为那个鸡里脯水分它干了，它就不会贴锅。Yeah， 所以你有看到我们不断的加油啊，中间是有不断的加油啊，然后又准备加油。也有加油，因为鸡这个鸡肉鸡本身也是蛮多油的，因为去咖啡喝不过啊，喉咙痛。我觉得好像是对中。Okay，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咖喱 paste 啊，咖喱鸡呢就是咖喱 paste， 这个就是咖喱 paste 啊。OK， 你可以炒大份一点。咖喱 paste 什么叫吗？啊，咖喱酱。咖喱酱啊。如果你可以炒大量一点，炒大量一点，你是可以收上来。如果你炒到够干身哦，明白了，油放多一点啊，炒到够干身的话呢，你不用放雪柜的啊。只要你拿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通过有水分的汤匙，它就很耐。我们就是先做好咖喱酱，然后你要加多少水？对，咖喱酱你可以先拿上来，你做都不用紧的，就是说下次还可以做咖喱酱。对，可以做啊。这个咖喱酱呢，你可以做咖喱辣。咖喱拉萨，对，咖喱面啦，咖喱面啦，还是你去做主播，接地气啊！谢谢你啊！如果你真的是做咖喱 paste 的话，你要油放多一点，那么就收上来更理想喽。辣死了嘛！也是可以做辣死的嘛，就是。不是咖喱松巴不同。当然，如果你可以做咖喱鸡来做配咖喱仁浪，仁浪啊，仁浪这个。人浪比较红一点啊，人浪就不同做法了。OK， 我们的这个啊，如果你做多没有关系的，你可以收一部分在雪柜啊。对，收。下次你想吃咖喱可以来煮啊。对，总之你120克就是一汤匙的，加一汤匙的。总之每逢120克的那个咖喱粉，你就要放一汤匙的糖浆粉就是了。那么如果你要更黄一点，你就放多一点啦。Can see the 小米波多，波多，来，我们这个是两只鸡。啊，两只鸡的分量切块啊！我们虾米辣是我们自家人做的啊，它叫黑米香啊。你可以去它的 Facebook page 啊，写黑米香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哇，很难炒一下，两只鸡是很多嘞。用完我们只是用完那个咖喱配的。对，两瓶黄。你不用加水吗？不用，哎，要加水，等一下加热水，帮我做完放热水。还、啊、喜欢米奇的声音啊？谢谢你喜欢我啊。虾米辣我们有卖咯，你可以私信后台啊，这里你看到的都有卖啦、啊，除了我和表弟啊，好像泰国那个款的咖喱啊，也是存放在室温啊。对，黑皮香非常可以支持我的神神啊。这个黑皮香是我们蛮骄傲的一个对产品香料。OK， 来我们捞一下金鱼啊。这个肯定活了啊，活了，这个很了。哎，你一定要炒到金鱼呢，稍微煎一煎它，鸡肉稍微煎。我最怕是那个鸡肉啊，帮你装熟啊，你要炒熟一点的。我也是喜欢米鸡的声音啊，它是煎一煎它，稍微煎其他，那么我们再加水下去焖，啊，焖的时候我们马铃薯再放下去，啊，味道调一调。啊，用个最后放下去。啊，是的，每次都煮几罐放置啊，哎，这样就方便了，真的。你喜欢吃就煮咖喱咯，就这样简单了。现在我们表弟有那个董酱的 formula 给你有了。对。煮咖喱，这个咖喱酱啊，也可以来煮咖喱鱼、咖喱猪肉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哎塞。咖喱鱼，我建议你咖喱鱼就我上次我煮咖喱干梦鱼啊，咖喱干梦鱼你就跟着那。咖喱鱼啊，咖喱鱼啊，都可以这么做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你叫表弟好主意，咖喱鱼它就出来了。没有放咖喱叶吗？咖喱叶是最后出场的。看得很饿啊，来几碗。哎，咖喱叶啊，一定要哎，因为你咖喱叶放下去啊，味道啊就变了啊，很特别的。一听到米奇的声音就是帅哥，哎，你讲中了嘞，我真的是帅哥嘞，我是蛮帅一下啦，但是不够明显啊。你不是帅啦，你是耐看啦。你看表啊，耐看。要冷静看是吧？米奇，你去巴马西买红龙药啊？什么叫 deep lemon 啊？它的温丹有效，是不是？赶紧给我喝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是不是那粒的？对呀、啊。他那表弟也是给我一粒啊，是不是红红那粒的？我们在口里。它有两种味道，有哈密味。对，那个我一吃的话，我马上还可以顶到现在嘞。刚才我在楼上啊，我唱一首歌，我就不顶啊，现在开始不顶了，报应哦。我还是不要这么多话、啊。
OK， 稍微煎煎一下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煎久一点。我发现让你煮哦，那因为有水分慢慢流出来了。你是铲底部哦？当然没有铲底部，它会粘在底部吗？因为我油放少嘛，油放多就不会。哦，明白明白。这样你鸡本身都有那个水分啊，来，慢慢黄雅凤啊，谢谢75个先生啊。来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大家。这铁锅就很好啊，这个铁锅就是烂赖传啊。来，单兵醋，谢谢你75个先生。但是如果你不粘锅呢，它就不粘了。米奇的声音很响亮啊，我就算噪音啊，声音都是大大声啊，大天空啊，喊爆天空啊。咖喱排骨很好吃。啊，你可以煮咖喱排骨啊，这个咖喱配什么？学会了这个咖喱配什么，你要煮什么都好吃。好，你这是就算煮包面呢、啊、也好啊。来，水多少？热水，热水，来。热水啊，这里差不多500 ml 啊。眼睛量尺 ，OK， 500 ml 的那个热水啊。什么牌子的咖喱粉？八八啊 ，B A B A 啊，八八台啊，日本地人的那个牌子啊。OK， 来这样子焖一焖一下，盖一下焖一下，啊，已经是很好吃了。So nice, tomorrow must go. Yes， 明天一定要尝试啊。今天收到的宝康鸡啊，两只都超出了2kg 啊，谢谢你们了。对啊，宝康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啊。宝康鸡是这样的，你他们多大只啊？它其实是2kg 以上的啦，两个月左右啦，有些 must minus 啊。但是如果你好的话 ，lucky 的话嘛，就因为随机拿了嘛。啊，有时你好的就拿掉两个，就大只。随机拿，随机拿鸡，随便拿鸡啊，随机拿。那么拿到好的话，你就2kg。有时那天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粉丝就是罗恩，他拿到一个1.9，那一个1.9多，另外一个是2.4，所以我们最上的时候我们平均到都2公斤以上。哎，啊，随机拿了啊。当然，如果你 lucky 好了，两个都是2公斤以上。啊，总之会超出你的那个 KG 的。对，总之两只只要是真的很好啊，4公斤啊，喉咙更好，有喷了没？我去看一下，煮一只鸡是不是用一半的咖喱料呢？也对对对，聪明的你啊，对了。啊，你可以这个咖喱要煮上来。你煮半只鸡就1/4的分量、啊。煮上来，你收上来。那么如果你认为咖喱料不够了，不够浓，那你还可以再加咖喱料上去。哦、okay. 你这煮上来是总酱了吗？总酱你煮过火一点。OK。哎，我这咖喱料不多，我再加。啊明白。OK 啊。有放黄姜粉吗？有。有。一定要放黄姜粉啊。因为巴的咖喱本身比较带红一点点，我加一点黄姜粉下去是吧 ？OK， 来我们的马铃薯。OK， 马铃薯你要炸过火啊。你讲炸先，没有讲啊。Okay, 油热放下去炸到。炸到它透为止啊。炸的是啊，温火大，炸到它最后炸透它。马铃薯你炸透了啊，马铃薯你煮的时候它不容易粘。好、okay. ，如果你只是稍微煮一下，那么你，炸一下啊，是抓不透的话啊，你去煮一下马铃薯，很快就粘，粘了整个。哦，很好吃哦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好吃，你看、啊。看你，我们来炸、啊、那个马铃薯啊，就很耐闷啊。啊，很耐闷，对。来，米奇声音比较好听啊。下午好，每逢星期三祝你们享用的美食时刻啊，真的有口福啊，哎，真的。还要赚回我的 A 级钱吗 ？Thank you， 来49个先生啊。这个我已经收到了，宝康。OK， 你水看你自己啊，如果你要煮干一点就会干一点。那、啊、不然的话，你可以换多一点，可以加。对，你喜欢。有时有汤啊，有时醋饭要有点咖喱，要有咖喱汁要多一点，你就加点水啊。对对 对, 对啊！目前我们是500克醋一点啊。500克这样。哎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米奇，1月20号啊，又过年了，大一岁啊。1月20号，什么呢？现在是7月嘞。没有，1月20号就是啊，什么来了？干什么？来。今天是 International Fried Chicken Day 啊，表弟没有炸，炸鸡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。OK， 这个酸奶是酸的啊。我们煮。表弟，今天是国际的炸鸡日。啊，炸鸡日啊。你应该炸鸡日。也可以放马铃薯下去，对啊，我们有放马铃薯下去啊。我们有放马铃薯下去啊。OK， 我调味一下啊、哦。够吗？啊，我再加多一汤匙的糖。你刚才都没有加糖。腌鸡的时候，腌鸡的时候我放一汤匙糖，一汤匙的盐，啊，两茶匙的鸡精粉。那么我现在加多一汤匙的糖，来加多一汤匙糖。刚才你前面我加两茶匙，对我加两茶匙的糖，因为有个是酸的啊。OK， 来我们两汤匙的糖啊，这个酸也是酸的，很酸的啊。啊，两汤匙的糖啊。depend 你的买的优格是什么味道啊？对，其实我们全部是3汤匙的糖哦。
来，因为加上腌制的那个糖啊。对对对对对。来 ，today receive bacon kampung chicken very big bowl chicken is about 2.5 kg。就是说有时候我们 lucky 啦，就是说水要用大一点的锅、是真的、啊。来，你去叫表弟煮拉西多玛多，你会吗？拉西多玛多。哦，下次我煮。你每次讲下次。酸奶是这样吗？酸奶的味道来的啊，你酸、啊。哦，这样。OK， 来我们的对马铃薯炸的会比较香啊，是真的。哦。我尽量不要这样激动啊，我讲话。等一下我的声音又爆了、哦。让我看一下，我的面包，哎，我的面包错。他不介意，叫我不要放酸奶下去煮。怎么？不懂。不，我看一下。油哥呢？你不是之前放油哥也是这个油哥的？对啊，我有放过油哥，过是那个。你油哥有煮过几次了？咖喱油哥。好，这样。OK， 先试一下味道啊。我要试味一下，就在这里试喽。什么？因为油哥在这里吗？那么。来，为什么不需要盖锅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没有必要盖，没有盖。没有盖。你可以选择盖，闷一下。还要试一下油哥。Is this the CB chicken? Yes, we using the kampung chicken, is it? Yeah, 不是啊，我不是 CB, 我是 OK, we using the CB chicken 啊，我们是用海草鸡啦。OK 啊，这个有个鸡啊，我都试过啊。不放酸奶可以放椰奶吗？可以，最好就放椰奶油来味道啊。有三种可以放啊，酸奶、椰奶或者是生奶三样。啊，来，我们放最后放上咖喱叶啊。咖喱叶，对对。不过你不要拿掉那个，而且整个它底下底下就融掉了。很香哎、欸，那咖喱叶一放下去，咖喱叶是这样的、哦。表弟下次煮人当鸡，请问酸奶的作用是什么？冲头。没有，酸奶下去它有它的香味，有酸奶的香味了。酸奶的香味和椰奶不一样、啊。不一样啊，椰奶和酸奶的味道是不一样啊。但是椰奶如果你要煮那种拉丝的嘛那种咖喱汁啊，那种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椰奶。对对。师傅可以做爪哇，我不对吧？爪哇没有煮过啊。爪哇没有煮过啊。OK， 我们把这个酸奶再加一下，总共几个汤匙？我是阿干阿干啊。哦，就是说后尾啊，后尾要煮好的时候，你再加一点酸奶啊。嗯、我们印度人也是用油锅来煮咖喱鸡的。对对对对对。The try 应该要 ready so big 啊，耶！哎，真的。宝钢鸡啊，绝对不会让你上车啊。因为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他们的鸡可以这么大只呢？哦，后尾我们家有个呢是阿嘎阿嘎啦，他是给他浓稠一点啦。给浓稠点。来，你去表弟每次讲下次啊，这是这样就由你来煮哦。咖喱叶是咖喱的灵魂啦、啊。对，咖喱的灵魂。肯定啊，名字叫咖喱叶。放阿木西也是好吃啊，我们有放过阿木西啊。对，阿木西。酸奶煮的咖喱会酸吗？不会。不会，它完全不会。所以你在调味的时候，你要放稍微糖多一点点。The choy in guy are really big, so big, I want chicken, I can eat four times. 哈哈哈哈。等一下、啊、待会儿我们会介绍我们也是有卖鸡啊，今天有卖鸡啊。留说一下。来，为什么最后要放咖喱叶？啊？怎么要最后要放咖喱叶？咖喱 ，OK。你不要咖喱叶早放，咖喱会更香吗？哎。啊？会不会？你早放啊。咖喱叶未必会更香的，未必会更香啊！他是说，他达不到你了。你前面放后尾放，我觉得也是一样。一样的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冻鸡呢 ？OK， 一直OK， 解冻方法。如果你明天早上，明天要吃了，你就拿放去。对，最快的速度啊是睡觉。啊，冰箱啊，把冷藏拿出来放冰箱。啊，冷冻啊，冷藏那边我再放到冰箱，第二天它就退了啊。你听我讲，我为什么讲睡觉是最快啊？你要睡觉之前你就拿鸡出来，然后你盖个眼睛六七点就爬起来，哎，天亮了，我的鸡已经解冻了。OK， 鸡肉加入是 OK， 鸡肉啊 ，OK， 煮没有用椰浆，我们今天没有用椰浆，你可以用啊。鸡肉表弟好像不大够呢，咖喱汁够了、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。因为我们不是煮咖喱面的，如果你煮咖喱米粉哦，如果是你炒经济米粉哦，咖喱水要多一点。哦，经济米粉水要多一点。咖喱水的也不要太浓，捞因为他们捞汁变成咖喱米粉。
哦，对，但是我们煮吃饭呢，美呢，今天美呢，今天就很美。Yes, the seaweed chicken really big size, I bought three whole chicken, 哇，够厉害了。啊，打上 A 一加一啦，139万一样价钱啦，一样价钱，然后对，这原价140。老板好，为什么这次没有食谱啊？等一下我们会写出来，晚上写出来给大家啊。Okay, 啊，印度人说用酸奶比较健康。对、这个、，OK， 我达到给大家的暗示啊，用酸奶和用椰奶有没有分别？酸奶比较健康。对，但是哦，我会不会在笑？在大力很辛苦、哦、啊。表弟马铃薯很会细致的，好像不大够那个高丽子、哦。肯定，就因为我们不是奶煮，我们今天是吃饭。我们吃饭，我们不是吃米粉。对，如果是你是经济米粉啊，让生日派干净米粉，我们水汤要多一点啊啊！放酸奶很好吃啊！哎，米奇，哎，下午好，你吃到了，帮我分享出去。哈哈哈哈我再试一下味道、啊。你碗汤米收人家米啊？喂个碗汤米，你讲咖喱碗汤啊？哇，咖喱碗汤米啊？哇，再来啊，再吃啊！哇，小弟，你看你的衣服碰到。OK。我回去、我老婆很会洗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来可以看一下那个酸奶吗？很贵一下的酸奶，30块。来，你的那个整桶拿来就是了。它很像 ICI 那个油漆桶啊，有看过吗 ？ICI 油漆，那叫 Green Yogurt 啊，很这个比较高级的啦。其实你什么牌子 Yogurt 都可以了。表弟的锅嘛都不能再加水啊，是啊。再加水的话，就毛毛出来了啦，满满出来了。椰奶的味道最正宗啊，但是酸奶也不错、啊，也是真的正宗啊。今天我们用酸奶来煮了啊，给大家多一个机会啊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煮这个咖喱啦。你可以用生奶、椰奶。今天我们不是用生奶或者是椰奶，我们今天是用油根。因为我们的咖喱煮得极美啊，美琪下午好。啊，很好吃的咖喱鸡，对啊，今天员工全部吃到肥肥啊！哈哈，对对对，我们是用最高档的油格啦，但是今天不是推这个油格啦，啊，今天我们是推这个鸡啊，主角是鸡啦。改天让盘慢一下。啊 ，green yogurt 的比较浓啊，比较酸啊，啊，是真的。椰奶加椰浆可以吗？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你可以放一半没问题啊。比方说你要放200克，你就100克椰奶咯，100克的那个油格咯。OK， 来，我们今天推那个鸡啊。我们在没有上次没有买到的话，你或者 miss 掉的话，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鸡啊。我们的鸡是有两只大的，然后半只有三只啊，139块。OK， 所有的跟 ready 或者人帮啊是免邮啊 ，A 一加一啊。不好意思，外播不能买啊，因为我们没有送过去啊。你去店买和我们这里下单有没有分别？店没有送你这个啊？对，这个是 Go for you。我们有送这个那个保温袋给你。对，这 Go for you 啊，对。OK， 来，我们先介绍我们的配套啊，139块有什么东西？首先，我们会有两只大只的钢板鸡啊，每一只是超过2kg 啊，你一定保证一定有2kg 的，这是。表弟啊，称来试下吗？对。啊，他你拿两只里面两只一定有超过平均。我们今天教大家做咖喱鸡，你们跟着做就是了。你看咖喱鸡美啊，平均是。可惜买不到宝钢鸡啊，没有办法。OK， 它是平均啊，我们不知道，连那就是他们拿到可能2公斤，可能有1.9多、1.9都可能性，但是少啊，大多数是2kg以上的、啊。OK， 不要放酸奶可以，你可以放生奶，生奶、啊、或者是椰奶啊，味道就差。会甜吗？那个有个酸的。不会酸啊啊，它是酸的，它是果酸的、啊，但是煮的时候不会酸。OK， 你们收到的鸡啊，你看啊，它现在是2公斤啊，它是more than2公斤啊，这个是2.4啊。对对对，指标量2444，等下我去买字、啊。所以有时啊，第二个包我们看一下，有人拿到2.5吗？有人拿到2点，刚才有人讲他拿到2.5公斤 啊。对，2.5。对，啊，嘎嘎的。今天要你是到2.43啊，这个都有2.4啊。如果算上来它的内脏啊，再加上。它的鸡毛啊，再加上它的头啊，这里面没有内脏，没有肠啊，听到完了啦，没有内脏，没有肠，没有鸡头 啊，没有毛，那么都2.4，如果有的话，至少3公斤以上 啊，那内脏跟那个该啃该啃，起掉了，起掉了啊，还有那个该穷啊啊，肥菜，
讲那血水。粉丝讲刚刚拿到还没有吃完，血柜也满了。啊，没有，我是说你还没有买的话，你可以来。没有买的啊，如果还没有买的啊。OK， 我们会有两只干蹦鸡啊，是二公斤以上的，然后有半包的海藻鸡啊。对。每一包都是700克的。对，750克。他帮你分了8块啊。啊。8块的海藻鸡有3包，原价149啊，148，对，我们现金是卖139，给你9块啦。好，来送到你家里哦。啊，送到你家里是，喂，对，How much? 139啊，哎 ，one plus one 啊，很可惜家里人少，不能这样多，你可以分给你的左右邻右舍啊。你没有，你可以，如果你真的是要吃，有没有涨的？啊，我们有涨的是这个啦，半只的海藻鸡。这个一只啊，是来做吗？半只的，做这个做白斩鸡好好食啊。我们跟店的唯一的分别是我们多了一个保鲜，对，我们对，我们这里有保鲜袋。他们的时候里面呢，他送来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他送来里面有保鲜袋。可以买吗？不可以哦。海鲜，各位美丽，给巴生骨跟那个芙蓉漆。对，好，来，什么是宝康鸡啊？就是吃海藻，海藻长大了，吃海藻的长大了，海藻鸡，我们叫海藻鸡啦，它这里写海藻鸡啦。OK， seaweed chicken， 它是 seaweed 长大了。OK。他们起初是给设计给cancer patient 吃的，希望他们公开给大家。来，宝康是宝康医院饲养的鸡啊。我今天没有收到保温袋，你是在店买的吗？如果是运送的话，不可能没有啊。哎，你在外面买也是没有哦。Transportation， 哦 ，transport 来，我们是在这里啊。来，所以我们这里是有分为的是，你可以 screenshot 啦、啊，这里是死人帮啊，我们有放死人帮 area。OK， 你看一下你的 address 有没有在这里的名字 ？OK， screenshot 来 321。OK， 然后这个是死人班的，你那班带啊，巴洛呀。OK， 这个是他的那个死人班 two， 死人班 three 啊都有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个人为例了，安邦加亚啦。把杜克巴、布吉加六切拉斯啊、嘎酱啊等等啊 ，OK。马六甲有鸡吗？没有，马六甲没有啊。OK， 可以自取吗？可以，哎，没，不能，我们送到你家了，等我要来这里拿。来 ，Miss， Mickey，I ask is Gambut 啊 ，address can buy or not？ Can， Gambut， 吉隆坡，布达令都可以买，巴生也可以拿买。来，啊，来，我为什么我说打一套啊 ，message 还要440啦，是不是骗子来的？Christy 问啊，你是不是表弟那个人头来的？你是不是打到四套啊？440啊，你要去看一下啊。你看到是表弟的 logo 吗？ Okay， 来看看一下啊。OK， 宝康鸡是宝康医院10年的研究他们的专业研究，他们主要是以前是癌症病患者，他需要有营养。Body 肾不可以耶 ，Body 肾可以买吗？啊 ，Body 肾可以买 ？Body 肾不能，不能啊。需要营养，那么要营养的话，怕吃外面的鸡，怕有重金属，要有怕那个对对对对一个那个有技术，所以担心，所以宝康医院就是跟一些这个专家就研究出了个他们的食配料 ，OK， 用海藻，这个鸡是什么呢？海藻、国花、草药、水果。酵素，对，还有一个山楂、拉姆叶啊，还有有这个是有茎的那个。哎，我们一下就这个，那沙巴海草有海燕窝，你们说拥有很多的维生素。我们不吃鸡翅啊，鸡翅的我们吃鸡。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嘛，它有的营养我们都有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说白鸡就是我们的宝钢海藻鸡的话，我们是用40天的，是的，养殖，所以。如果我们的干蹦鸡的话，就是要90天。对，你们吃的干蹦鸡是2点多公斤、啊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养90天啊，他们吃了这些海藻啊，海藻他们的营养很丰富，所以很快就长大。90天的那个干蹦鸡就很大。对，他们吸收到营养。对，跟你外面买的鸡啊是超大的、啊。我们你可以任何让你可以任何吃到宝康鸡的任何一间卖，你哪一只随便来，随手拿一只鸡拿去化验，肯定是无技术啊，无抗生素，没有打针的啊，对啊。然后他是12年的研究啊，宝康医院啊。OK， 他就是特地的秘方啊，就是那个丰富的营养啦。这是我们讲100%天然健康成长的宝康鸡。我们的鸡是吃没有打针的，长大了，平营业长大，太夸张了这鸡。等下我给你看一下，然后那么很重要的是，我们是
我们高速冷冻技术啊，嗯啊，就是一宰杀的时候就是马上冷冻了啦。我们在一宰杀的时候，必须要在一个小时里面，就他们的 SOP 一个小时里面，就是宰杀了就要很快的时候放进去速冻啊。而且宰杀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宰杀过去我们的宝钢鸡的过去它是养殖了给别家宰杀场杀，让你知道他们的鸡什么丢在一个大桶里面，上面放几块冰，你知道里面的鸡啊过住啊，鸡一抬出来还有温度了吗？味道超该美，所以超该美咯。所以现在我们的宝钢鸡就不同，一宰杀了过后就是进去冰下-5°C冰水、okay. 还加上海盐洗这个消毒、okay. 所以宝钢鸡是没有鸡骚味的，没有超干美啊，是啊，没超干美了。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体内很多买了在做了，有买过宝钢鸡或者吃过宝钢鸡。等一下是要当炊烟鸡啊？我们是配套来卖啊，我们今天是配套来卖啊。所以我们这是139，两个钢板鸡，然后钢板鸡两个啦，你会拿到的钢板鸡，每一只鸡都超过2kg 以上啊。然后我们会给你海藻鸡半只的三个，切成8块啊。售卖是139啊，只要打上。A 1加 1啊，八生骨和神人棒是免邮啊 ，A 1加 1啊，所以我们这里的是这里啊 ，OK， 我给大家看看的，你看我们的宰杀鸡的时候，午夜的时候我们再送了呀，宰杀的时候我们是一天半夜再送的 ，OK， 再上宰杀场，嗯 ，OK， 就是没有受伤害啊，嗯，他们的宰杀过程啊，全部是养40天。海藻鸡是40天的，钢蹦鸡是90天，是的，真的很好吃的鸡啊！放海盐下去，啊，冰下5°C，哎，-5°C。拜拜 ，see you。那么在洗了过程的时候，所以整个鸡已经是没有那一种很短的时间速冻。对，新加坡买不到排水啊。啊，没有啊。表弟，下个星期我会去吉隆坡啊，请问我可以在哪里买到宝康鸡啊？啊，你可以去麦根麦买。你干嘛啊？宝康的来怎样买？ Okay, 很简单，打上 A 一加一 啊, 啊。对对，来谢谢长下单朋友啊，你打上 A 一加一啊，系统会私信你啊，系统会私信你，所以你们直接那边下单就可以了。OK， 哎，真的很大，很值得啦。现在物价在起嘛，鸡也起，是吧？我们鸡跌价啊。啊，我们的鸡是便宜卖啊，绝对能看到吃不到可惜啊。OK， 我们额外送啊，附送一个啊保温袋啊。保温袋，我们的价钱还是免单啊，没有起价啊，没有起价，还折扣9块钱。没有试过的宝钢鸡啊，如果你是在八生谷或者是人棒的话，尝试一下我们的宝钢鸡。过去你去买这样的鸡的、啊、配套哦，你一天买一只，然后买这散买来这样来讲啊，更贵，148块啊。今天我们整个一套便宜多9块，对，便宜9块，同时我们还附送一个保温袋，就是到你收到的时候。里面还有2块冰在里面的，速冻还不够冰，还放两个冰在里面。其他的地区啊，外国 啊，我们还没有去到这个技术啊。啊，对，我们在人车，改天我们会到。什么样有免邮吗？啊，对，什么样有？总是免邮就是了。神人棒哪里可以买？啊，神人棒你拍个照片。给神人棒。神人棒你拍个照片呢、啊？太长了，神人棒。神人棒 two， 神人 three 啊 ，S two high 啊，你可以拍照看一下、啊。OK。啊，所以这个鸡就是说139块，你不用去买，你直接送到你家。你尝试宝钢鸡真的很好吃，吃一吃、啊。新加坡没有送排水啊，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讲不要吃。新加坡没有送啊，你不要吃，你一吃你就中招了。啊，中毒啊，中毒就是你就是想要回去吃。你看我介绍了，让我们多少个粉丝吃了宝钢鸡。我们不在西藏，我们在 KL 啊。我吃了宝钢鸡的时候就中毒了，很多个粉丝都中，告诉我。哇，赶快表弟吃了！表弟讲好来，你的中毒不是真正的中毒啊，爱吃的那个毒啊，对，很瘾，就是那个瘾啊。那有一次啊，我记得那个鸡啊，我告诉你，很胆口又好吃啊。对，而且鸡胸肉哦，你知道我你不会觉得海海的鸡啊，拿去煮啊，煲汤煲2个小时啊，鸡胸肉还是松软的啊，一溜一溜啊。啊，因为鸡如果炖汤啊，炖了2个小时，鸡肉我根本不吃了，但是鸡2个小时后。它还是松，还是有没有那个鲜嫩的一个感觉。好，迪拜 just key in 啊 ，A1 plus 有数目啊。如果我要2set的话，你就 A1+2啊。你要3set就 A1+3，以此类推啊。
所以我要一套话就 A 一加一，139块。啊，我们的鸡没有起价，板的单价、啊。对，我们还有优惠价9块钱。我们真正的目的啊，我们为什么通过这样网卖的？沙巴有吗？沙巴有。沙巴啊，沙巴没有。沙巴没有啊，沙巴是在哪里、啊？你可以去微赛买，跟他们微赛买啊。啊，沙巴就没有这一套啊。没有一套。啊，8689有吗？没有啊，九号没有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今天我们只是八升股、啊，就是 BJ 江波八升。表弟以后来接 B 卖啦，表弟。啊，来，请问店跟你买是一样吗？是一样的，但是店没有给你这个啊。没有，对，这个你拿不到啊。你店买的话没有这个啊。这个是一个保温袋，价值整十块钱的哦。我们没有，我们这个配套没有给 JB 啊，没有给外播啊。对。如果 JB 的话，你要下单还是有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给你这样的配套啊。对。啊，没有这个便宜一点的那配套啊。这个是一个今天是个优惠啊，这个是那么我们其实我是上一次上个星期我们拜山的是拜山啊。嗯。拜几啊？我们介绍的时候，刚刚我们系统有问题。OK， 毕竟很多人想买不到，对对对，所以今天我在这个煮这个咖喱鸡的话，我说是，对，我们的咖喱鸡真的美，煮得很美，你看。来，请问下单的几时可以收到？下单一般一个礼拜里面，一个礼拜里面呢、啊？夹冻油吗？有夹冻油啊？有。请问139什么？两只冻必必的，那个钢板鸡啊，这个钢板鸡2kg 以上啊，啊，2kg 以上啊。你收到一定很满意的，因为它是 more than 2kg 的，一定是超过 2kg 的。然后有三片的那个海藻鸡半只啊，我们有三片啊，这个是半只，哦，它有三片给你啦。所以每一包啊是700克的海藻鸡 ，OK， 它已经分成了切了八段啊，切了八片了 ，OK。接币哪里买？接币你可以私信后台啊，我们会给你一个link啊。对，你可以去。Your name, thank you, 100个信箱，谢谢你。你可以去 Bigger Mac。啊，Beacon Chicken 或者 BeaconMac.com， 你去里面去找啊，他们就会告诉你怎样下单。好、okay. 那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尝试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是也是当作是一个优惠，也同时也达到一个我们说广告。好，你吃了你就会回头。请问张进杰呢？你按下去啊 ，A 一加一啊，系统会直接给你个 link 啊，你还没付款就可以了。啊 ，OK。如果你真的还不懂的话，你可以联络我们啊。对，要注意骗子啊，是不是？我要确认是不是我们的户口啊？啊，对，就是你如果没信，就是我们表弟好主意的那个名字的一个有人头了，那个就是有表弟的那个就是才正确的啊。OK，OK， okay, 要的你们打上 A 一加一啊。这个我们宝康鸡真的是啊，我们宝康鸡是我跟大家讲是听音乐的哈、啊。为什么？真的是它的这个饲养鸡的环境很重要。食羊鸡的环境，这个是我们写的吗？系统自动写的。自动写的啊、哦。嗯。他讲他的鸡是听音乐长大，好像和牛一样啊。对，我们有环境很自然的环境。你看很多盖仔啊、嗯，可以做盖仔饼。哈、嗯、哈，盖仔饼没有盖啊、嗯。来付款才拿到付款后才拿到货这样，最要先付款先啊。嗯、因为 deliver 不是我们的自己人、啊。对，我们养手水果那个叫。然后你按了咯 ，OK， 我们动了这个你看音乐，听音乐，舒适的环境，听音乐了。莫扎克的音乐。莫扎克音乐。Master， 你看那鸡啊，要写 A1+2 啊。鸡听音乐啊，每一只鸡都很舒服。来，鸡湾多少钱？没有附送去鸡湾啊，没有附送去鸡湾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次的配套只限八升股 KLA6 啦、还有那个死人帮帮我拍写。OK， 我们还没有去到发展到去。南下或者北上啊，如果我们还是在市中心，因为鸡还是不够卖了，这种啊，讲真，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宝康鸡的鸡啊，不够供应啊啊，然后、就是、我们的冷冻技术还是要在那边改善啊，对，不是，那要冷房，它要的冷房车不够 啊，对，因为它冷房车有些怕里内，我们因为我们你看啊，我们这个我们发送是。在 Grand Valley 我们发送的很好了啊，你拿到的鸡都几乎都确保你是对。fresh， 如果你东西不好，一个放一个。campaign 你跟我讲 ，cash on delivery，COD、啊、不能的过来是 啊，因为他运送员不是自己的人啊，不是自己人。啊、你们打 A 一加一啊，我们就帮你处理。买一套啊，送三盒宝康鸡吗？对，一套啊，不是三盒，它一套是在这里，一套里面两个钢蹦鸡啊，还有 三包的半只的宝康鸡啊，7.5公700克，不是7.5公啊，7.5不。750克左右啊，750克啊，左右。其实送货一个礼拜以内啊，一个礼拜里面
其实你今天订的话，我如果快的话，三四天就拿到了。他的鸡很大只啊，很耐吃啊，真的是、啊，你一定 happy 到蹦逼逼啊，啊啊 okay, ，OK， 最后的，大家有帮忙切小块吗？有那个半只的有切小块，半只有切，大只的没有嘞，大只你要自己切啊。啊，大只就去做。表弟啊，表弟也会教你怎样切的，你可以拿视频啊。哎、啊、，OK， 最后的是啊，有要求你可以打上 A 一。对对对，来。没有试过保放机啊？要试试的，一定要试啊！支持一下我们一下，139块 A E 加上你的数量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只限八升骨和十人棒啊，其他的州属拍谁啊？暂时还没有去到江源啊。好 ，OK， 最后感谢然后大家，然后下单的朋友，谢谢大家。那么如果你在看重播的朋友，你们也可以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下单。好，最后感谢大家，来谢谢大家，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支持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我们后会有期啊，我们星期五见，星期五见，下期厨房，来，过后你们可以再下单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啊，把生有送啊，把生啊，把生啊，把生有送啊。